我现在来到财博观光果园，在太钢道路这边。那可以看到跟伊豆河精英一样，下面是油菜花，上面是樱花，超漂亮的。哇，大家都疯狂拍照，努力拍，超美的，好像来到伊豆一样，很开心。好，那边还可以继续走，我今天也走上来了，很漂亮，很像我在伊豆看河精英的感觉。下面是油菜花，上面是樱花。上面还有路哦，有点矮。真假有桃花？哪里有桃花？哪一颗？哪一颗？小的那个。嗯。桃花，水蜜桃，那是应该是水蜜桃。桃花开在水中。桃花。这他的半灯就怎么射箭了？不好看。一点一点过来就他的一点看了，就是我的形这个半怎么不好看呢？背景的就暗暗的，背光是这样，可是这样不行。哎呀，这是过来，一接啊，再往进来，好漂亮。桃花花朵是要四个枝头，好，录到这边。